归。断尽的拳头不松手，过河的卒子不后退。这次你守水道可要仔细啊，永安的安危基于你一身。哼，征战杀伐，我秦日刚为天朝屡立功勋，封王的时候就没我的份了。你说我比石大开差什么？哎，千万别这么说嘛，天王封你为天官正丞相，那是众官之首，可见天王是十分倚重你的。依天王的意思，开始也想封你为王的。是不是杨秀清又在捣鬼？哼，你也不能全怪他。封王的前一天，天降瑞雪，天父林凡通过杨秀清之口传出上帝的旨意，哎，说除了天王之外只能封五位王，天王也不能违反上帝的意思。去他的吧，什么天父天兄的，这和他妹妹杨云娇弄的那个鬼神附体有什么两样？我才不信呢，唬天王罢了。哼，你以为天王信吗？他怎么不信？拜上帝传教是他的首创，他不能不信上帝。起事之前，从金田祠堂后面不是还挖出个碑来吗？哎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痴。我早料定没那么巧，那个石碑是萧朝贵半夜三更埋进去的。嗯，此话当真？有一个马夫看见了。岂有此理，他们装神弄鬼长此下去，政绩何在呀？啊，我，你千万别声张。埋石碑也好，天父林凡也罢，那都是做给天国的将士看的，你若是捅破了，天国上下就成了一盘散沙了。咱们宁可自己受些委屈，也万万不能点破，不可不维护大局呀。这个我懂，我在开银矿的时候
惩治那些欺心的人也用降通术对付过。难得的是有人信这个。怎么知道我是苏三娘啊？我也是太平军呢。哎，我说，你把这条鱼拿回去给天王熬汤喝吧。哎，你接着。你自己为什么不去献呢？那不就僭越了吗？我现在连个小卒子都不是，哪敢去冒犯天王啊？你还懂得僭越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程玉成，我是跟我叔叔来投太平军的。你快上来。小心别淹着了啊。你把眼睛闭上，我再上去。好了，你是全家跟太平军来的吗？不是，我从小就没爹妈，我是跟着我叔叔来投太平军的。你叔叔叫什么呀？他叫陈成荣。他在谁手下打仗？他打仗不行，出谋啊，画策啊，写字他成。那这么说你叔叔是军师了啊？那你念过几年书啊？我念了三年。三年？三年可不少了。哎，你学过武术吗？我跟山上的老和尚学过。那好，你呀使一路南拳给我看看。哎，看好了，嘿，嘿，呀，嘿，哈哈哈哈。你这南拳打得不错嘛。还行吧。那你会使棍吗？会。哎，我的棍子呢？啊，在这儿呢。探长，哎，哎呦！我练棍不行，你来教教我吧。好。接着。哎，看着啊，这棍呢要这样拿。你来教我吧。啊，哎，你说我做个你的徒弟，教我武功啊。啊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师傅，我求你了。好好了，快起来吧你。不过你这个小兄弟人还是挺不错的，可是我的武功是从来不传人的。嗯，哎，那我好了，以后啊我就慢慢的教你，你呢就当我的小徒弟，怎么样？真的？跟着我吧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我以后就叫你师傅姐姐啊。你等着我打水去啊。大帅，我们营前抓到了30几个长毛，
他们是从博白过来的，尚未穿长毛军装，是新招来的匪众。招兵的人叫周希能，只用了一回刑，他就什么都招了。他是长毛的一个军帅。军帅是何职？大约相当于总兵。那官儿不小嘛。把他带来，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长毛的军帅。是。不得无礼，这是我请来的客人，怎么能如此对待啊？我想同这位兄弟单独谈谈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请坐。哎呀，你们扯旗造反，其实不全怪你们，那些贪墨之官害民实在太苦，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呐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你们反抗朝廷，就你本人来说，你为了什么呢？啊？其实啊，你不答应，我也知道。还不是为了光宗耀祖、升官发财、过上好日子。你们占了永安，又封王又封侯，这与当今大清一样，这足以证明你想要得到什么啊？你选择这条光宗耀祖、升官发财之道，是个畏途险途啊。哎呀，你信不信呐？你们什么时候能达到北京？你们能胜利吗？即使侥幸成功，也必须经过千万个大小战斗啊。你能活着见到胜利那天吗？倘若败了，不但你本人身首异处，这祸事要波及九族啊！不反也是死，反也是死，不如反一下，或许有活路。不然你不反可以升官发财。老夫可是一言九鼎啊，且是奉了圣上的密谕啊。你肯悔悟，我保奏你当一镇总兵，堂堂二品大员，你不动心吗？这不比你出生入死又毫无希望的混不是好多了吗？来，圣旨，坐。来，五。来，六。来，怎么圣旨了？三娘，你看这些孩子多可爱呀！我看呐，他们将来就是我们的栋梁。三，嗨，四，嗨。哎，怎么连一点力气都没有？来，朝这打，使劲打，使劲。你怎么像个女孩子啊？起来，起来，拿来，
上。把衣服脱了，跟他们一样。我不脱。去两个人，把他衣服扒下来。来，我来。我不脱，我不练了。嗯，谭世光，有，把他追回来。是。站住！雪娘姐姐，走，住手！两位姐姐，入营得守营规，谁也不能例外。这可是你吩咐的。好了，他跟我说过了，他身上有块疤，不愿意让别人看见。有疤，怎么了？玉成，算了，何必揭人伤疤呢？不光膀子，不也一样练就一身武艺吗？好吧，算你破例了。西王娘一向可好啊？人家心里难受，你还有心思打哈哈斗趣呢。听说你和苏三娘兼带童子军了，哼，你这官儿越升越大了。别没正经的，我问你，为了我们的事儿，我哥找你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他也没找过我。再说，我们之间也没什么事儿。真对不起你，我让你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凤翔，我哥不该以势压你。算了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他对你还好吗？嗯，这就行了。男女之间婚姻的事儿，就好像天上有个人在暗中牵红线。哼，看来这是真的。他对我好，可我对他并不好。你不能这样，既然已经是夫妻了，就应该互敬互爱。收起你的伪道学吧，我是想对他好，可是我做不到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慢慢就好了。都是因为你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让我自己恨你，如果恨成了，就能把你从我心中赶出去了。可我总是恨不成，越是想恨，你就越实实在在的占据我的心。
今生我们无缘，等来生吧。如果真有来世的话。那好，那我就等你来生。哎，你可不能食言呐。那我要变狗变猫呢？哎，那你可得早点告诉我，到时候啊，我提前和阎王打个招呼，别错批了牛皮驴皮，到头来我们又见不上面了。没正经的。大人，请。进了城，一切号令听周希能的，他不久就是二品总兵了，你们小心伺候。是。周先生，还有何吩咐啊？不管怎么问，谁问，你们都咬定是我从博白带出来的。啊，还有，千万不能饮酒。太平军严禁饮酒，一饮酒就露马脚了。是。好自为之，专候佳音呐。大人所定之计，神鬼莫测，万无一失啊。告辞了。哎，周希能，东王见你。是。拜见东王九千岁，千岁千千岁。哎，下来下来，你坐吧。你怎么走了这么些日子？这路上不好走啊，到处都是青腰的卡子。你带回来多少人呢？13个。哼，你不是夸口说你能带1800人回来吗？小的无能。无能没关系，不能夸口。我最看不上信口雌黄的人。是。你去吧，你带兵和石香贞担任守城，夜间尤其要尽职尽责，出了事我拿你试问。殿下放心。哎，你们注意到没有？我方才盯着周希能看，他的眼光总是躲躲闪闪的，像是有鬼的样子。你那双眼睛谁不怕？就连我都怕，何况别人了？啊，东王是不怒而威呀。哼，也许是我多虑了。什么味儿？这里并无百姓，一定有士兵在偷着喝酒。天王，你看，站起来！你们是从哪儿入的营？不知道太平军的规矩吗？饮酒是第一严禁的，不知道吗？抓起来！抓！等等！天王，反了你们！竟敢饮酒，坏了天朝的法规！天王，我愿受罚，是我带兵无方。这还没问个子午卯酉，你怎么就把人砍了？万一是新入营的不知道规矩呢？杖责就是了，不至于杀呀。是臣一时气愤。再说杀一儆百也是必要的。要爱护士兵，啊，恩与威并重，只有威没有恩，谁肯在战场上舍生忘死？好，去守城吧。臣知道了。
这周西能刚从外面回来吧？他是从新墟出去回博白招兵的。刚才他杀那两个饮酒的士兵为什么那么急切？你不感到反常吗？天王，你是疑心。败在敌人手中是我们无能，败在家贼手里心有不甘呢。你去找秀清，把这件事告诉他，叫他防着一手，没事最好，防患于未然，远见于未萌才行。是，臣这就到东王那儿去。蒙德恩来干什么？跟你没关系，说你的。啊，禀东王，周西能确实有可疑之处。哦，他把老娘送出城去了，送到哪里没人知道。啊，他自己说，老娘过不惯军旅生活，要回老家。我是从他带回来的人身上发现破绽的，有两个人去解手，我跟在后面。他们两个人说话改了腔调，一口的京味儿。东王，你想啊，在咱广西的老山老林里，哪有会说北京官话的乡下人呢？哼，只这一点就可以肯定，进来的人都是奸细。这太可怕了。他肯定是把他的母亲送到青妖那里去了。周西能这个败类，这些兵不老实，东打听西打听，是在摸城里的虚实呢。他的两个士兵偷偷喝酒，被天王发现了。周西能急不可耐，杀了两个士兵，连天王都起了疑心。哦，怪不得这几天青妖按兵不动，原来等着内奸里应外合呢。你去传我的令，让洪玄娇、苏三娘他们上城守夜，是暗的，不是明的。另外对周西能这些人要严密监视，一刻也不能放松。遵命。东王。哦，什么事？东王，青妖在南门和北门同时发动进攻了。什么？我方才说他们等着。他这是打掩护。他来个虚虚实实，我就给他来个实实虚虚。他天天上城去巡守，样子像很认真，下来就和他的熟人吃饭闲聊，饭桌上问了什么，我怕打草惊蛇，就没敢问。不过这并不难，只要东王下令，把一起吃饭的人传来问问就是了。审得实了，这不就一网打尽了吗？不，你先下去。是。抓一个周西能，打破敌人的里应外合之计，这是一个大胜利。但是这还不够。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呢？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是有功干啊。哎，这是我签发的碟牌，快让他出去。是。走吧。禀丞相，什么都没有。把他押到牢里，不准走路半点风声，把他押下去。哎，丞相，先稍等一下。别动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把嘴张开，张开！
丞相，你看，给大帅请安。哪里来？小的是周军帅亲自送出城来，我是他的排刀手。排刀手是什么？是卫兵，向大帅的哥示好。有心吗？下去吧。谢大帅。你们二位觉得怎么样啊？会不会有诈？不会，那周希能已经把他的老母亲偷偷地送到咱们这儿来了。他要是耍花样，除非不要他的老娘了。这么说有九分把握了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这是上上策。托皇上洪福，但愿这一次一举歼灭长毛。来，咱们好好的合计合计。今天晚上你们带人走北路。东王，怎么样？东王，我已将城内三千兵马全都带到了西门内。那周希能没有什么不安吧？没有。军帅，有什么情况没有？军帅，把灯笼点起来。点灯，准备攻城。别动，别动，往后站。进攻！急了，快撤呀！快撤！还这里干什么？都是自己人呐！先别把这个混蛋带走，让他看看，他带来的青妖是怎样在城下覆灭。这个塞尚阿，他是万万没有料到啊！他手上有周希能的老母亲，结果呢，还是中了我们的连环计。哎，这一切啊，都是天王的神算。是是是，朕可不敢居功啊，这都是秀清的智谋。哪里哪里，我真是坐立不安呐。不用担心。长毛已成强弩之末，我们围困了半年，他们粮草不济，早晚会树降旗的。这几天来入营的人还多吗？不多了。为什么？
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前几天筹粮，有几个弟兄割到了一片老百姓的稻谷。什么？这还了得！让普天下的百姓拥戴，让他们跟着天朝走，你却在割人家的稻谷。你们想过没有，百姓为什么跟着太平军走？他们要吃饭，要活下去。如果我们和青瑶一样压榨他们，蹂躏他们，他们还有什么活路？有什么盼头？这事儿是我的疏忽，没有严军纪，我只是强调叫他们限期筹粮，没有再强调不扰民。我以为他们会记得的。上面说一百回，下面听你十回，说十回可能只听一回。你们必须时刻记住，我们绝不能扰民。打这么多粮食干啥呀？啊！来来来，兄弟们，先别忙了，抬回去，抬回去啊！快，来来来，接着啊！粮食，这是你们的粮食啊！乡亲们，我们太平天国是仁义之师，不扰民，专程轻徭贪官。但是前几天，由于我督师不严，我们的士兵割了你们的稻谷。今天我们特来奉还，请查收。把那两个人给我带上来。是是，走。跪下！乡亲们，这两个人就是违反军纪的首领，今天奉天王诏旨，砍头示众，以正军纪。执行。是是，斩！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求求大人饶了他！请请，老汉，快快请起！我活了七十三岁啊，从没见过这样的病啊！要杀他，先砍我的头吧！留下他们一命吧！是啊，饶了他们吧！饶了他们！跪下了！既然乡亲们求情，那就免他们一死，但要各打一百军棍。另外，我杨秀清督师不严，也当受罚，打军棍一百。东王，东王，不能啊！东王，对，就由你来打。东王，杨秀清，执行。哥，不能啊，不能啊，哥！打！你要是不打，你也要受一百军棍。哥，打！打！给我用力打！用力打！别打了，饶了他们吧。这一百军棍打得好啊，打出了太平天国的国威，打出了军威。秀清啊，嗯，你出去听一听，远近州县都传为佳话了。说什么？说太平军是人人称道的仁义之士。要真是这样，臣弟我愿多挨几回军棍呐！啊啊！秀清啊啊！朕今天来是有要事的。要事？朕已经想了多日了。我们自打进入永安，已经住了半年多了吧？嗯。我们不能说是坐守，还颁行了许多典章，养精蓄锐。朕以为现在到了北上的时候了。北上？
永安城不过是偏野小城，不是我们的立国之城啊。嗯，固守永安半年，再这样下去，青妖会大量调兵来，这永安是守不住的。是一部诗。